好，有点有开那有点断断续续播的。，OK，好，这个两个提案，第 skill 级是于 skill 版的emoji 版的 skill，那我们 GDB 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自我介绍，然后这边呢，希望就是大家邀请大家也来使用你的使用你的电脑来 key emoji 来。去找到三个 emoji 来代表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三个关键字好像也有点困难。那 emoji 大家可能平常在用，使用上面呢，或许你会对一些 emoji 特别有感情。那对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首页上面这个，我有个二维条码，扫下去是可以欢迎，是我们会有个 slide。那 slide 的用途是让大家可以在今天一整天呢，用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意见。然后也去票投，你觉得这个 idea 是有意思的，那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把你的三个关键字呢，直接贴在这个 Slido 上面的话，也欢迎。就是这一直以来呢，我都是在做一些比较前卫的一些提案，然后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试着使用 emoji 来介绍你自己，用三个关键字。那这一张简报上面呢，也可以，就是我们就是直接进到共笔来去编辑。那我很荣幸呢，有一位社群伙伴呢，也来跟我一起共襄盛举，来提供你的 emoji 作为你的三个关键字之一。这位是 Gasoline，那 Gasoline 他贴上了这个一个 iPhone，然后一个很奇妙的类似山的一个文字，那看起来是 emoji，然后还有一只鹿，那分别代表着是 web 开发、略懂区块链跟第一次参加。那我也看到他今天在场了，欢迎大家一起去认识。那我 fly 呢，就是喜欢各种的坑，玩挖坑、退坑、跳坑，然后我写 Ruby。那我现在在从事的一件事情呢，在推广即兴以及即兴的运动，包括现在呢即兴的分享，我也没有拟稿。我发现前面有很多伙伴呢是讲得非常的流畅，包括比林、Alan，是相信这些就是比较大的坑主们呢，他们就是不停的重复。那我比较是倾向于即兴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，然后去邀请大家做一些我可能灵机一动想做的事情。那这是我的个人风格，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即兴的找到你今天，可能是今天而已，三个关键字，用 emoji 来代表他们，然后填到这个共笔来，这是我的第一个提案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，我在房间9号跟另外一个提案会同时进行。我是 Fly，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那我下一个。